给你跪跪。姓尹的。姓尹啊，不一定啦。不一定。一百公一人呢。咱那边台北一零一大楼宾馆呢。一零一啊嘛吼，对。从那个九二一以前，十几年前就要开始了。哎，啊，我每年啊吼，为了省得大家拢回娘家吼，啊，大口大拢爱煮，爱煮家家麻烦啊。啊，所以阮就要大家团体就要大家开会就要办这个活动。但是阮最大的迄个推动就是阮七七巧克力啊，黄爷迄董事长啊，伊发动的。啊，就我就对啊开始办了呢。二十几年前就开始办了，但是迄个九二一，阮家嘛算灾区啊吼，阮有歇阮两年无办了呢。啊，今年席开几桌？有多少人回来？啊，我中午是拢三十，有当时拢35桌左右啦。啊，一个是拢20几桌安尼啦。啊，我们今年年纪最长的是？年纪最长是阮妈妈，张娘教儿啊吼，101岁。